周董周杰伦自从开了社群软体之后，就常常在网络上跟粉丝互动。27日，他分享了一张在楼梯间帅气跟三双球鞋的合照。有眼尖的网友指出，这三双都很贵，尤其周董脚上那双更是显眼。他自己还写下粉红中毒，让网友超级羡慕周董有穿不完的限量鞋。周董发文当然引发讨论，不过他随后又补充，只是想单纯的告诉老外潮人们，华人的厉害，鞋子永远比你们快。强调赛鞋不是要大家去买，更说有的可能也还没卖。高调赛限量鞋被网友反馈根本是炫耀文，还有人说一般都是老婆把鞋柜塞满，在周董家似乎是相反。这样的留言也调出昆凌本人，他都去回应，我的鞋都没地方了。两人可爱互动再度闪到网友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